豪斯登堡。听说来九州就是一定要来豪斯登堡走走，是这样子吗？它说是日本最大的游乐园。对，它就是有集结很多世界各地的风情的造景。说就算是不玩游乐设施的人，也可以走走看看，看一整天的。旁边全部都是饭店，我们是住在其中白色那栋。我们是后面白色日航的酒店。对，然后走路很近，过来两分钟就到了。我们是买一天的票，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。那天开到九点，对，那是白银的世界，冬天的。我们有在 Klook 上先买票。如果你是一早就可以到，你可以买 One Day Pass。但是如果像我们现在三点到，其实我们不需要买到 One Day Pass， 我们可以直接买三点后入场。或是如果你是更晚到，你可以买五点后入场这样子。哦，我们进来豪斯登堡了，最有名的荷兰风车。哦，这个街。这里有一个三层楼的旋转木马，我们现在在花卉世界。哦，好美哦。它是打光啊，哦，所以会像瀑布流下来的。这个晚一点应该会比较明显的那个瀑布。那等一下这里六点半会有白银世界的表演。这个人潮逛起来算是蛮舒服，应该够大。152公顷哦，是吗？嗯，我们现在在阿姆斯特丹城的观景台，它现在陆陆续续开始打光了。
要从豪斯登堡离开了。啊，现在是晚上快九点，好冷啊今天。但就是夜间的灯光展还蛮不错的，冬天白银世界的豪斯登堡。好像平常是黄光，只有就是这阵子是白银世界，应该就是 Christmas 吧？对对，很漂亮。耶、yeah。